春暖花开正是赏花的好季节，花莲市中华花艺协会及花莲县回澜中华花艺协会联合举办了春漫好客插花展，目前呢是在花莲市好客文化会馆展出。从户外的大型花艺装饰到室内搭配日式建筑空间的巧妙设计，春漫好客花艺展让人看了真的是心花怒放。花期很短，只有到3月20号，请大家把握机会前往赏花。花莲市中华花艺协会及花莲县回澜中华花艺协会联合举办春漫好客插花展，目前在花莲市好客文化会馆展出。理事长钟新梅表示，春漫好客是以中华插花艺术丰沛的生活美学，结合花莲市好客会馆的客家人文情思，展现了春林大地百花齐放、万物欣欣向荣的风情。现在春天来临嘛，那我们就是借由春漫好客，那也可以说是好客，因为展现客家人、花莲人好客的精神，所以我们这次用春漫好客来当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那我们有哪些的花特色花，或者是有，因为像春天的话，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就是樱花，所以我们在入口处呢，就是有吉野樱，那结合了高山上的岛泊，那我们做一个造景，高山的造景，那还有就是平原的景色，另外一个大展入口区的平原景色呢，就是有用那个香蕉，然后那个杏花、桃花，那就是从高山一直到平原，然后让它呈现那个春天那个花开的那个感觉。花艺老师们配合好客会馆的日式建筑空间，在室内室外各种空间延伸出不同优雅的花型，更使用客家花布搭配造型，完美的用花艺把日式客家元素融合在一起。这次展览有大中小型花艺作品80多件，以中华花艺六大花器瓶、盆、缸、碗、桶、篮来进行创作，表现理念、写景、心象、造型等意趣。鲜花花期比较短，这一次花艺展期只有到3月20号，春天赏花动作要快。记者会花莲市报道。